Hi, I'm Ted. 今天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今天又是礼拜六，应该很多人都待在家里自己煮饭。我们在全联发现了一个新的产品，这个豆腐非常的好吃。今天就想要用这个豆腐教大家做一个麻婆豆腐。Let's go.Thank you.